这位曾经在陆军工兵单位服役的老士官，自从退役之后就在凤山从事研究制造油压机的工作。目前经过他研究成功的，既有各种油压式自动控制安全装置、万能式润滑加油机、四轮顶高机和打油机改良构造等四种，并且都获得了中央标准局10年的专利权。据李国荣表示，这些产品不但性能优良、耐压耐磨，而且经济实惠。